销售推荐，我是你们可爱的小辣椒，辣椒公推两连红。更多推荐，请关注公众号体育财经。今日小辣椒给大家带来分析英超，莱切斯特城对战曼联。评论区可留言你们看好的比分，猜对私信我领取红包哟。主队莱切斯特城上轮热刺大战中以2-0反胜对手，近四场联赛收获三场胜利，凭借这波助攻，球队目前暂时以9胜5负的成绩暂列积分榜次位。客队曼联近期状态全面飙升，上周6球大胜利兹联后，近期联赛打出一波6胜1平的完美战绩，球队士气大涨，曼联也摇身一变成为争冠的热门之一。本场比赛开出客让平半，分析时间较早，变化比较大，可能会对结果有所影响，请谨慎参考。本场推荐曼联减0.25。想要获取其他赛事推荐吗？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体育财经获取推单。影片最后记得动动手指帮我点赞加关注，不然划着划着你就找不到我喽。